大家好，我们是北京成功乐器，我是成功，再次跟大家相见，带来一把重量级的琴，就是 Fender 的 Master Build，1959全球限量版的一款琴。然后这个是 Sonic Blue，就是罂粟蓝，也是我们大家最多人喜欢的一个颜色的琴。这个琴呢，Master Build 大师是谁呢？是 John English。John English 呢，是一个我超级喜欢的一个制琴大师，他是1988年进入 Fender 公司。他于2007年6月28号，然后去世。这琴是2006年1月26号出厂的。这个琴呢，也是算是 John English 的遗作，最重要的，这个它的号是10位号之前的004号。004号，然后对于很多人说 John English 琴真的特别好吗？然后我肯定告诉大家，真的特别好，真的 John English 确实很好，因为他是。现在目前很多 Master Build 大师的老师吧，他带有很多徒弟。怎么说，John English 我觉得做琴啊，包括我们看他的一些自己的历史啊，就是他的个人的一些那个 Fender 书上讲的一些，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啊。我们非常怀念 John English 大师。这把琴呢，我们特别有幸得到一把这个琴，这琴真的是2006年1月份出厂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这个是也是手感，无论音色、手感、状态来说，我们看到是最棒，基本上几乎全新的。最主要它是在非常靠前的号，好吧？我们看到我这块有一个它的这个一个配置单，是当时的一个配置单，非常新的，包括这个琴的这些照片啊什么的啊，就是琴怎么做的，什么木材，然后电路非常好，还有这个 Com 上这是。2006年那会儿的 Custom Shop 的一个标，还有这是 John English，就是已故大师 Master Build 大师 John English，还有这个这是 JE004，然后1959，2006年出的，非常棒的一琴，包括它的配件都很全，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是它的一个册子，还有这个全新的一个五档开关的一个配件。还有它的摇把儿，还有一个盖儿，这盖儿是可以扣到这儿的，也是都是全新的，是这样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John English 这个琴的一个配置啊，琴颈呢是进切的一个枫木琴颈啊，和标准的一个59的60的一个头，都用的这种的标准的 Fender 头，然后加上这个玫瑰木指板，很漂亮，21品，这是21品的。然后这个是一个50S 的一个拾音器，手工缠绕的。然后它这个三个钮也一样，标准的五档开关，59的。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儿有一个 JE004 的一个打的钢印啊，还有江一个是已故大师江一个是的亲笔签名。整体来说，这琴真的很帅气，手感也极佳，音色非常好。我们简单听一下它的音色啊，我们打到现在还是用的。我们用琴颈吧，从琴颈开始，还是琴颈拾音器开始。好，我们听一下它的这个琴，整个前面第一拾音器和第二拾音器之间的一个音色。然后我们听下中间档的拾音器音色。
我们听下这两块中间和后面的琴桥的使用器。我们用的琴桥的这个使用器。哇，非常棒啊！专业是做琴、研音各方面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比较 vintage 的拾音器，然后我们切到这块的时候，不像美金啊，这正儿八经的东西都是有单线圈都有噪音的啊。我们刚才听到，就是当我们切到单线圈这块的时候，还有单线圈这个，还有单线圈这个前面三个档的时候，只要单线圈的情况下，肯定会有噪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因为单线圈嘛。当然现在分段也改进了很多，我们今天还会到还有一把胶原英雷士，我们就不会去做特别，也是十号之前的胶原英雷士，然后有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来我们店来感受一下这个已故大师制作的名琴是什么样的动态，好吧，可以弹一下。还有我们未来还会有元年的 Gibson 元年的 Fender 会做到我们店里，有喜欢元年的复古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然后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一下，我们定期会有 不同的好琴到我们店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成功乐器，我们会奉献大家更多的一个非常绝版的或者非常少见的乐器展示给大家，谢谢。本期视频呢到此结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评论转发点赞，谢谢，拜拜。